我觉得自己快要被 AI 替代了，只要5分钟就完成了一期内容。嗨，大家好，你是否想要用 AI 来制作一期精彩的视频？你是否觉得视频编辑太复杂，太麻烦？你是否想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个高质量的视频项目来获取收益呢？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请继续收看。因为我将告诉你如何使用微软的 New Bing 和剪映来实现这个目标。微软 New Bing 是一款基于 ChatGPT 技术的智能搜索引擎，它可以与你进行交互式的聊天，帮助你优化搜索，提供可用链接，并生成各种创意内容，比如诗歌、故事、代码、歌词等等等等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和喜好为你推荐合适的产品和服务。而且相较于 ChatGPT 订阅购买服务， New Bing 它是完全免费的。 OK， 首先第一步当然是准备视频内容的脚本文案。我们打开 New Bing， 在输入框内输入这次我要制作的视频内容，就是关于 iPhone 15系列产品最新曝光的这个文案，大概300到400字左右。New Bing 开始响应，这个速度说实话是没有 ChatGPT 快的，不过也可以接受。我已经开始生成文字了，可以看到它的整个逻辑还是可以的，从消息的来源到 iPhone 15的整体设计，包括具体细节的描述都是可圈可点，到最后的总结都确实是可以拿来用的，整个过程也就几分钟，这也太爽了吧。要知道我平时要自己做的话呢，找资料写文案这些全部下来至少也是需要1到2个小时的，文案复杂的时候时间更长，这样的效率简直了。 OK， 我们来到第二步，全部复制以后来到剪映，点击图文成篇，文案名随便来一个都可以，也可以不用，接着在下面粘贴，这样呢把一些 New Bing 和自己对话的内容全部把它删除掉，一般呢都是开头和结尾的部分，人声部分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音色，这里我就不改了。最后点击生成视频，我把具体时间记录了下来，整个视频制作完成时间仅仅只要2分钟。 OK， 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，效果怎么样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我是你的主持人小 B，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则重磅消息，那就是苹果公司即将发布的 iPhone 15系列产品的最新曝光。据外媒9to5Mac报道，他们是否获得了 iPhone 15的 3D CAD 文件，并基于该文件制作了渲染图，揭示了苹果为其下一代智能手机带来的一些设计变化和功能。从渲染图可以看出， iPhone 15系列将全系采用灵动岛设计，真的很不错，不光有图片和视频，还加上了对应的背景音乐。剪映根据你的文案内容全网搜索对应的图片和视频资料，当然这里面还有不少牛头不对马嘴的，这个就需要自己手动去修改了，哪里有问题改哪里，稍微改动一些地方，最后就可以成片了。从开始 New Bing 自动生成文案2到3分钟，到剪映自动成片2分钟，一部3分半钟的视频内容就这样花了5分钟简单而快捷的完成了。你不需要到处找资料写文案，不需要学会这些剪辑的 APP 使用，这一切都是顷刻之间自动完成。说实话，我觉得以后视频平台的内容竞争会空前绝后，日更新都不是问题，完全可以做到一日多更，太可怕了。好了，看了以上的内容啊，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，也许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伟大时期的到来。哎，最后说一句，今天的视频内容文案有50%都是来自于 New Bing。 我是小鹏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